电话怎么也不接呀、啊？我这堵车呢。堵车把耳朵堵上了。哎，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？怎么一点改过自新的意思都没有啊？哎，你在几号出口啊？出什么口啊？我在囚车上呢。什么？怎么跑囚车上去了？没怎么，等不着你，我搭了一便车。哦，便车，警便车吧？感情我乔瑞又成备份了是吧？行了，你在囚车上好好待着吧。要是回头需要点什么，给我打电话，我直接送到拘留所啊。拜拜。不是我。来，下车吧。好，来，慢点，慢点。谢谢你把我放出来啊！啊，再见。那你洗个澡，好好休息休息，啊。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让我洗澡呢？我看上去很脏吗？不是不是，你不脏不脏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觉得你这次回来好像有点黑了，哎，不过黑了也好看，更好看了。不管怎么样，都谢谢你来接我。等我歇过来了，给你打电话吧。哎，好。拜拜。哎，好。哎，那你多休息几天哈。不错，真不错，哎，真的挺技术的人。你能不能在心里说不错呀？我现在不需要马屁，需要安静。你不是失恋了吧？我还没恋呢，我失什么恋？那警察算什么呀？算谈婚论嫁。小姨，你看我穿这行吧？好看，哎呀，穿什么都行，又不是见家长，真是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你俩见了吴涛，别胡说啊！那人你们说什么他都当真，埋头吃饭就行，听见没有？我说这门是红的吗？你非得说这是蓝的，真是。说，不对呀、啊，你应该说喂。喂。玫瑰花要不要？玫瑰花？什么意思啊？今儿是农历七月初七，咱中华民族的情人节。情人节礼物你要不要？不要。巧克力呢？也不要，那就黄豆。黄豆，二斤黄豆送给寂寞女人，漫漫长夜数到天亮。二斤黄豆可不够，我寂寞这么多年了，数得可快。那就二斤芝麻。我现在敢数硬币了，嘎嘣嘎嘣的数着比芝麻带劲多了。来，出来吃个饭。理由？咱俩还需要什么理由啊？那行。就当是庆祝我连续跌停板35年，终于摘牌退市，这理由充分吧？退市？你要结婚啊？谁跟我结婚呢？退市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破产了，不灵光了。哎，听着是不是特爽啊？怎么着，你老人家不生我气啦？我生你什么气呀、啊？咱俩这么熟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儿我心情特好，出来吧。嗯，你买单？那还用问吗？必须的呀。行，那我带俩陪吃的，行吗？几个？两个。这个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来晚了，堵车。这个。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大外甥，帅哥懂得。
大外甥女儿，美女佳佳。啊，导演好。哟哟哟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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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美女好。哎，吴叔叔好。啊，瞎叫什么呀？这不是那谁，这是乔瑞，啊、乔氏妈叔叔。没事没事啊啊，还没点菜呢吧？等你呢。好，我马上下去点啊。坐坐坐坐坐啊！瞎叫什么呀你俩？不是，你不是说吴叔请吃饭吗？来了，李世凯，你告诉我没事儿，忘了吗？你被幸福冲昏了头，我开始。你俩嘀咕啥呢？啊，我觉得这事儿说特别好，你看。英俊挺拔，笑容还特有魅力。尽管他吃饭跑单，吃饭跑单，吃饭跑单那也是本事啊！我吃饭跑单好几回，没一回成功过。对，小小年纪学点好啊！小姨，情人节快乐！祝你早日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谢谢佳佳，也祝你早日找到真正的白马王子。来来来，三妈，我祝你早生贵子。这话好，一步到位 ，I like。嗯，乔瑞，你不整两句？该说的俩孩子都说了，我一时还真没想到什么新鲜的。那就赶紧想点新鲜的呀！大律师出口成章，整点动人心扉的，让我们也瞧瞧啊。就是，小叔，你就发挥一下呗。你要是说不出来，就唱一个呗。行，稍等我一会儿。让我想想，给你唱点什么啊？看什么看？嗯，喂。刚知道今天是七夕，祝你情人节快乐。嗯，谢谢啊。那个，吃饭了吗？还没呢，一会儿随便吃点就行。嗯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是真有事儿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特忙。哎，我给你下了首歌，现在就发给你。下了首歌？啊。那你发过来呗。好，那我这就发过去，希望你能喜欢啊。我肯定会喜欢的。好，那你早点休息。好，你也早点休息，拜拜。哎，来来来。下的那首歌来了，来听听，让大伙都听听，难得人的一片心。好，听就听。别停啊，这听得挺好的，不错啊。是，小心。你还说人警察同志不浪漫，听听啊，还怎么浪漫呢？哎呀，两只老虎。为什么是两只老虎呢？啊，警察同志属虎的吧？可能呗。那也应该是一只老虎啊。哦，对了。警察同志的意思是，他是熊老虎，你是母老虎。他没有你这么平，想不到这一层来。那我知道了，警察同志肯定是听过那首《女人是老虎》，所以他一只你一只，对吧？不这样一来，他可跟谁都是两只老虎了。有意思吗？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幽默啊？我不幽默吗？你们俩评评理。事儿叔不幽默吗？幽默，太幽默。听听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哎，我觉得你今天心情着实很好哎。那是当然呐，我的一桩官司最近有了新的转机，所以我的心情着实不错。官司？哪一桩？我母亲的官司。哎，我不是听说你母亲……我的贺词想好了。咱们预祝你小姨，也就是张诗和女士，预祝她早日摆脱数硬币的日子，改挑灯运警服，为祖国的安定团结贡献一份绵薄之力，怎么样？谢谢，来。
来来来，啤的可乐都干了啊！哎，说，你说的那事儿什么时候兑现的？什么事儿啊？你不说要把你同学罗小娇介绍给我认识吗？我可一直等着呢。随时兑现。那就现在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哼，啊！真打呀！喂，忙啥呢？我能忙什么呀？孤家寡人逛街呢呗，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。我还真把你忘了，但是有人记得牢啊。谁呀？不会是你那大律师同学吧？哟，你俩还真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意思啊。我们在蜀香芹餐厅吃饭呢，要不要过来凑热闹？还真巧，我就在边上呢，马上就到。啊哎，缘分呢，就在附近，片刻即到。啊，要不那个三妈我淡定。没关系，大外甥，在这种场合和老师偶遇一回，你们的关系就会发生质的改变，从此以后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，是吧，师哥？真的吗？信誓书得永生，誓书一诺千金，肯定兑现。不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意思，什么意思都没有，真没意思。你不是戒烟了吗？复吸了，管得着吗？哟，停停，高跟鞋，野狗一般的速度，说来就来。这儿呢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就是乔瑞吧？正是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您就是诗和的同学，著名的罗小娇老师吧？哎呦，久仰久仰。嗨，那个，你们也在呢。那个，罗老师好。呀，罗老师好。啊，好好，坐下吧。啊，罗老师，这儿除了乔瑞就没外人，这甭假矜持了，坐呗。哎，说什么？我哪有啊？我也觉得没有。我认为小娇老师从容淡定、波澜不惊，恰到好处，是吧，红哥佳佳？小娇老师想吃点什么？啊，我随便吧。那好，咱们添酒回灯重开宴。服务员，点菜。无聊透顶！什么添酒回灯重开宴？以为自己多高雅多风趣，知不知道出处啊？那是人家白居易遇见了一个卖唱女子，还是那种人老色衰有老公的，是逗死了这。哎呀，不过也可以理解，都这个岁数了还没着落，可不得倾囊而出吗？懂得？啊？我说我的，你到学校别胡说八道啊。哦，那个知道知道，我有分寸。你有屁个分寸呢你？瞧你刚才那先没劲儿，还有佳佳，不是我说你，懂得吧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也就算了。哎，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你？哭点的跟鸡啄米似的，跟你妈一样，没骨气没主见。小姨，不过我觉得你跟那个事儿叔啊，特闭嘴。找叔吴涛电话打给他，约他秦桂唱歌，立刻马上。什么了不起的？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。爱如潮水，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。贼秘书演半天了，说吧，畅所欲言。一般，很一般。那我也一般吧，般配啊。不是三妈，我打心眼里觉着你俩人不合适。同意。怎么个不合适法？说具体点，说细节，细节才有力量。细节，脸太大，肉太多，嘴唇太薄，而且他眼睛不像我似的炯炯有神。嘴唇颜色特别不正，一点都不性感。对，你知道什么叫性感呢？
像你那个痞子男朋友似的，油头粉面的，就是性感啊！啊，你不对啊，是你让我们畅所欲言。啊 ，sorry， 唱。你要说他具体哪儿不好吧？反正我是说不出来，你能说出来吗？我就觉得，啊，就像姥姥过年做那肉丸子，你看揣了好多肉，但他就是没肉味儿。什么东西没肉味儿啊？笑什么？没。哎，干嘛停车啊？你怎么了？没事儿啊，就是想乐。你真没事啊？是不是喝多了？大哥，那点酒对我太小意思了。哎呀，师哥，你这一笑，我这心里就发慌，我这心砰砰砰乱跳。是吗？是啊，不信你摸摸。你看，就这儿。感觉到没有？Sorry， 我不是故意的。要不再来？改天吧。好，改天。哎，你给我发那首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没什么意思，我是觉得挺好玩的。哦，你是不是在说你是熊老虎，我是雌老虎？啊，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首歌是我一个同事帮我下的，他说情人节应该有点情绪。你知道我这人，别再搞这些了，我不觉得有情绪。回家吧。啊，哎，这事是你同学跟你说的？刚才电话里跟我说的，说吴涛他妈前些天亲口跟我那个同学说的。这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快一个来月了吧。你说你这个老丫头啊，我这老丫头怎么的了？别忘了她是个闺女，她腼腆。哎呀，真是我服了，我这个吴涛，我看也够意思了，怎么这事儿还跟他妈说呢？他缺心眼儿啊。那吴涛，我跟你说，去接我姑娘去了，从机场接过来，这一路上哎，直接就给送到家去了。你说这在半路上，你就吃顿饭能咋的？那饭钱能花多少啊？你说这孩子，咱也不知道他是咋回事，他咋这样抠啊？他是怎么的？死心眼儿，我看是。昨天还夸人家吴涛心眼实、心眼好啊，今天就一棒子给打死了，说人家缺心眼儿、死心眼儿。你看你这个事儿，我怎么发现你这胳膊肘往外拐呢？啊？怪不得你自己的儿子还这个飘着呢啊，跟你生气都跑到国外去，跑那么老远呢。讲点道理好不好啊？啊，我这还不是为咱们老丫头着急上火吗？你呀，啊，心术不正，动机不纯。哎，好，就算我心术不正，就算我动机不纯，我为了谁呀？为了你自己。为了你能找个老妈子，那我伺候老妈子啊！来来来，老妈子歇着，我伺候老妈子。来来来，我来。你是嫌我老？你嫌我老，你上你们活动中心去，那有的是年轻的，找去。阿兰同志啊，你最近怎么了？我怎么做都不对呀、啊！哎，你是不是有点烦我了啊？哎呀，不是，我跟你说。真的，我呀，我这寻思我自己这命是吧？你说现在吧，哎，大闺女、二闺女这两个之间正闹僵了。
你这老三，你这三姑娘呢？你说，这怎么还这么不顺呢？你说这事儿，啊，我能不烦吗？这么说你不是烦我呀？烦，咋不烦？长那么面嫩，啊，那么年轻，我都不敢跟你一块出去。我面嫩什么呀？还面嫩呢？要不我抹点锅底灰？哎，哎呀，老郑啊，啊，我就寻思我上北京去一趟。哎呀，你上北京去干什么？这种事儿啊，顺其自然最好了。你一插手，反倒添乱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还顺其自然，说的多好听啊！这一男一女，这都一个多月了，分两人不来往，这还顺其什么自然？小心别拉着你的手。不能啊，顺其什么自然呢？你不是嫌人家吴涛缺心眼儿、死心眼儿吗？啊？你没听说过吧？挑货的才是买货的人。那你真要去呀？哎呀，我得去看看去，真是。哎呀，这年怕中秋，月怕半呐，真的，这一年了，这半年又快过去了，我一定得去一趟。那我陪你去吧。别，你可别陪我去。你要去叫人家吴涛寻思怎么的，石河他妈咋这么不正经呢？这事儿能瞒得住人吗？再说也没有什么好瞒的嘛。你不是说不怕孩子们说三道四吗？怎么连个八线没一撇的姑爷都怕起来了？哎，就因为他是姑爷，他是外姓人，是不是？还没结婚呢，八字没一撇呢，我更在乎，知不知道？你呀，就是一只纸老虎。你说谁？我是纸老虎？毛主席说了，苏修美帝才是纸老虎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老郑，你再说我纸老虎是吧？我就跟你啊拜拜了。你是真老虎，行了吧？哎，你今儿出去吗？啊，我今天想跟几个老同学出去聚聚，可是我这兜里吧，这个哎呀哎呀，就是吧那、这个。好好，哎，给你200。嗯，哎，一直到开学啊。啊，给你。不，我那个短片要获了奖啊，我就能多拿点钱，到时候还你。你那短片我看了，我看不怎么样，能得奖吗？好歹你也参与过啊，你不知道现在娱乐圈，关系第一是实力第二。我跟小娇老师那关系现在非比寻常。怎么个非比寻常？你是不是勾引你老师的？你看，好歹你也是人民小学教师啊，你说话怎么如此肮脏？你光明磊落、一表人才儿子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但是，嗯，但是什么？但是，你先但是一百个。快说。但是我三妈派出了她的得力干将。派谁了？都干什么了？这个当然不是刻意安排的啊，我三妈的一个初中男同学，碰到了我三妈的一个大学女同学。此女同学对彼男同学是一见钟情，念念不忘，青春猛打，垂涎三尺，所以你明白？这么说，你那可以获奖啊？哎，那也说不定。但是现在已经那个入围那个大学生短片节了，所以这回我三妈是立下了汗马功劳，牺牲颇大呀。牺牲？牺牲什么？你再牺牲一把。不给了。嗯，你要是不获奖，这些钱都从你的生活费里边扣。是我亲妈妈，你真可恶。哼，活该你，谁让你饥不择食，贼不走空呢？嗯，那我告诉你，罗小娇那绝对痴情，知道吗？她是那种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不罢休的主。哎，罗小娇这么喜欢你，你就从了得了呗。你现在的行为必须要慎之又慎啊。没有感情，你得努力培养感情。就算是培养不出来，你也得想办法继续周旋，因为董哲同学的前途就握在你的手里。怎么叫讹上你了？你可是言之灼灼在董哲面前有过承诺的啊！你得对下一代负责。不跟你说了啊，送水的来了，纯净水。
拜拜。哼，活该，黏糊死你，吓死。哎，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呀、啊？那给我来！哎呀妈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高兴啊？啊？工作上的事情。哎呀，老妈，亲爱的，想妈了不？想死了！哎呀，妈，你点水喝呗。我说，哎呀，我都干死了，我这，哎呀，渴的我。水还没送上来呢。哎呀，不着急，我给您烧点儿。不着急，你呀，快赶上你二姐了。哎呀，客人一去呀、啊，先去买米去啊！老妈啊，找什么呢？没找什么呀。得了吧，我这儿藏不住活人啊，藏住了也不会是吴涛。怎么的了？你跟人吴涛又怎么的了？没怎么，我挺好，就是跟他不合适，不来电，没戏。什么叫戏不戏的啊？那叫生活。志和呀，你听妈的话，吴涛啊真是个好孩子，他真能跟你过一辈子，真的。哎呦，我跟这么个人过一辈子啊？你别吓我了，你真是是，哎呦我。怎么的？那你还要半道跟人离婚呢？啊？哎，我可告诉你，今后咱们家。再有谁，我跟你闹什么离婚的，我跟你说，你看着，我就撞死到他跟前儿。不是，我还没接呢。你要撞，你也撞老大、老二、老三身上，还撞不到我这儿呢。你诅咒我哈？不是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。我错。你啥意思？不是，你说话这啥意思？啊？不，妈，水开了，我给你倒水去。志和呀，啊，哎呀，这妈饿的呀，这前腔塌后腔的，真，那够喝了，先喝点喝水，烫啊，没事。哎，要不然这么着吧，我让吴涛过来，请您出去吃点饭。嗯，太贵了，你这样，你让他上咱们家来，我给他露两手。不是，那我家什么都没有，你巧妈也难为无米之炊是吧？就方便面，又不是让人吃方便面呢。哎呀，方便面，我跟你说呀，就方便你们这些老姑娘，行吧？给他打个电话。打。嗯。啊。哎，你好好问问人家啊，别人家警察，我跟都挺忙的，听着没有？别耽误人事儿啊。那再忙，您来了他也得陪着。您是谁啊？我谁呀？很有可能是他未来的丈母娘嘛。不是很可能。绝对是，啊啊，好好跟你说，嗯，我得一天观察观察。哎，吴涛，我妈来了，你要不要过来一下？你怎么那么像王母娘娘啊？对啊，我妈今天过来了。来，上车，宝宝。哎呀。您忙着什么？我不忙。您放心，我会叮嘱我女儿啊，遵守交通规则的。啊，好。你忙去。妈，回不回家了？好了，不忙哪是好孩子啊？忙才是好孩子呢。好，好了，您坐好哈。哎，好了。行了，你回去吧。哎，拜拜。你看人那个手势，他倍儿精神，棒棒，真的。啊，你说啥？哦，没有，我说过日子又不看手势，光看手势能过日子吗？妈。那当然了，那也不是光这么一个。我明白了，是不是？他没吻你，啊？他这吓的，我跟你真的，他不敢吻你，不敢吻你不等于不喜欢你。这事儿您都知道了，这吴涛什么情况啊？他我是你亲妈，知道不？孩子，真的，学温柔一点，
女孩儿，我听郑叔说了，这男孩子挺喜欢你的。哎呀，你听妈的话，这回你当正经事儿办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的亲妈呀，我真的挺想认认真真的。可你知道吗？他连发条短信都得同事给他指点。你说就我这人，我怎么跟他谈恋爱呀？我那才好呢！我告诉你，证明人家没谈过恋爱。我跟你说，头脑单纯。妈，你知道董德跟佳佳怎么评价吴涛吗？咋评价？反正不太喜欢吴涛。他俩算个屁呀！小孩牙子，啊，你多大岁数了？哎呀，你得成个家了，闺女啊！是，哎，你就说那家字儿，你看人研究的，哎，宝字盖底下这么一个猪字儿，这啥意思啊？宝字盖那就是房，小屋子，小屋子底下住着一群猪，这群猪干嘛呢？过日子。哎呦，这话有人教您的吧？真的，什么教不教的？你妈是真心的疼你呀，啊！哎呀，真是替你担心。妈都快70岁的人了，真的，我还能活几年呢？你说你的日子要过不好了，妈走的时候，反正我真的我都闭不上眼睛。你要日子过得好啊，妈心也好，真的走就能闭上眼睛啊。妈愿意看到你幸福，真的。啥叫女人最大的幸福？妈可是经历过，妈是过来的人。把孩子一抱到自己怀里呀、啊，哎呀，把奶奶呀、啊、给那小宝贝这么一爱，自己丈夫，丈夫围在你的身边，哎呀，温柔的脸啊，温柔。真的，那才叫莫大的幸福啊！哎呀，妈这辈子就这样，妈希望你真的，妈希望你幸福，妈也希望我能看到你幸福。你相信老闺女，你的幸福啊，就是妈最大的幸福。嗯。妈就是走的那一天，妈就放心。哎呀，给我！哎呀，交警家属了，你看这个你还不明白这？啊，南丽，谁呀？我是你妈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啊？啥？咋的了？啥时候啊？哎呀，那这样，我明天早晨就回去，啊，你好好去你东墙，好不好？啊，妈到家就直奔你们那儿，好不好？咋了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东墙他爸走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啥去哪儿了？死了。走。这就是一生啊，两眼一闭，啥都忘了。Hello， 小娇，睡了吗？干嘛？三更半夜的，你查房啊？要不要告诉你我跟谁睡的呀？你要愿意说，我也不妨听听嘛。无聊了啊？你干嘛呀？有事儿吗？我在老巢这儿呢。啊，没什么，我就是想让你那个懂得那短片多费点心。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啰嗦呀？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？我跟你说，你得多注意保养啊。早点睡吧，我挂了啊。
乔乔，怎么样啦？哎呀，哎，还不行，你先回吧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去给你买点药，怎么样啊？哎，别别，不用，我这老毛病了。你先回去吧，要不一会儿该打不着车了。已经打不着车了。那我给你叫个出租，我这就打电话，你赶紧下楼等着去啊。那什么，今儿已经这么晚了，要不然我就别……哎，别别，你赶紧的，我不习惯家里有生人，我这半天就是因为你在外面，拜托了啊。那我就不影响你了，那我就明儿再过来吧。哎，别，我明天还忙着呢，有空我给你电话啊。你要走了，给我把门关好。那我走了啊。哎，拜拜。张石河，害得我连痔疮都得上了。你等着。哎呀，你慢点，慢点，你别出事儿，你看。不是您一直催我快点的吗？我催你，我是催，你这怎么这一直不接电话？这打多少遍了？这怎么回事儿？你这是？估计上课呢呗。上啥课呀？现在放假了，那就是在睡懒觉。睡懒觉，这再睡我都睡不成样子。我跟你说，你这等汉您能看上呢吗？你稍微快点，快点。嘿，您到底是让我快点还是慢点？行行行行，慢点慢点慢点啊！哎呀。姐，上车。石河，我又不想去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为什么要去啊？您是老大呀，当然得出面了。我为什么非要出面呢？他千里什么时候把我当成老大了？你跟妈说一声，我不去。哎，大姐，这可就是你不对了啊。毕竟人死为大嘛，我有我的想法。您再有想法，也不能在这事儿上拿糖啊。那人家怎么看我们这一家人？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一家人呢。呵，这时候您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了，那妈找老伴儿那事儿，您怎么那么在乎别人怎么看呢？是，二姐没有参加董德的庆功宴，可这人死了的事儿和拍作业的事儿能是一个等量级的吗？您要拿这较劲可没意思了啊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就较劲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说千里，我们家事儿他不去，他们事儿我也不掺和。行，那您儿子的事儿我也不掺和了。嘿，他能有什么想法啊？他的想法我最清楚了，怕花钱。小气鬼，这哎呀，其实你大姐，我跟你说呀，她不小气。家里虽然不富裕吧，可她不是那样人。再说人汉民都是主任了，你还在副主任？妈呀，你就别护着她了。大姐这回就算有一千个理由，她都不应该。那死丫头，你说呀。